九十后街头活剥小狗。内地网站最近出现了这一辑题目为一群九十后男女街头活剥小狗的相，见到一后生仔女撕扯狗鼻又剥佢层皮，之后仲擘大对血淋淋的手在扮鬼脸。网民睇完都嬲到震，话班后生仔残忍、变态同冇良知，呼吁人肉搜索佢哋出嚟。